欢迎来到富林食品科技产业园。这是一座携手合作的里程碑，这是一个远大蓝图的起点。广州富林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有路易达福集团、东菱集团、海大集团三家国际领先的农产品贸易和加工企业共同出资，于2020年1月签署备忘录，启动了项目进程。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广州富林致力于打造一流的粮食贸易加工、高科技食品创新、饲料蛋白加工和高附加值产品开发等一体化生态闭环产业园。在富林食品科技产业园，我们致力于帮助塑造食品和农业生产的未来。富林食品产业园一期项目用地271亩，总投资额超过14亿元。一期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日压榨量达6000吨的大豆压榨线，日产量达1200吨的豆油精炼车间，日产量达800吨的包装油车间，立体全自动小包装油仓库、油脂和豆粕仓储，以及一系列相关配套设施。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下，历经1年多的风雨奋战，富林食品科技产业园今天正式竣工投产。它将全面增强大湾区及周边地区粮食产销平衡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全方位保证优质蛋白产品在华南地区的高效供应。未来富林也将发挥产业链优势，向下游继续拓展，开发和生产食品级磷脂等健康植物基食品配料，以高品质产品满足中国消费者对健康营养品不断升级的需求。完成一项工程只是起点，构筑一种未来才是征途。未来富林食品科技产业园将以博大的胸怀创造价值，互利共赢，推动可持续发展，用创新引领食品与农产品的未来，与南沙一起腾飞，共谱壮美篇章。